这也没有漏掉什么步骤。哎呀，这卖相可能不太好，但是吃起来应该还不错。食物也不可貌相嘛，对吧？也对啊，还不这样，我给你盛一点，你先尝尝。哎，我给你盛，我给你盛一个大虾吧。哎，自己做的，客气什么呀？你先试试。林叔叔。哎。菲菲来了。小何姐姐。你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出差一天，我过来借住一晚。今天晚上？我爸说你答应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他给你发微信了，你回了个 OK 啊。啊？有吗？江河姐姐，我又来蹭饭了。哎，这是大人吃的，小孩不能吃。哼。哎，你刚才不是那么自信吗？给菲菲看看。孩子都饿了，快点，给我看看嘛，给他看看，给他闻闻，给他尝尝，快点。对，菲菲，这是徐思叔叔特地为你做的，你看怎么样？